的是观众，我们现场的好朋友真的很热情哈。我的左手边也是一堆人，我的右手边也是一堆人哦。左手边这边呢，是跟我们的辣妹和我们的美女哈，这边是进行我们的分享打卡，然后可以跟我们的辣妹哈做确认之后哈，就可以领一串的卫生纸哈，我们的卫生纸送完为止哈，送完为止。那我的左手边呢，这边是已经有进行跟我们这个购买我们的翻滚鸭翻石榴哈，那也有购买我们的拍照卡哈。那等一下哈，那个购买完成之后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辣妹来进行拍照哈。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是我们翻滚鸭哈翻石榴我们的斗六巨蛋店的正式开幕哈，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那我们现场哈来到的贵宾哈，哎也蛮多的哈。那恩琪呢依序来介绍我们有莅临现场的贵宾，那也同时邀请现场的好朋友给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贵宾好吗？好，首先欢迎我们斗六市公所主任秘书杨建明，杨秘书来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好欢迎。再来是我们永林生技企业社张丽玲张老师，欢迎拍拍手。接下来是我们成恩国际美容集团郑真玲，来站起来挥挥手跟我们认识一下哈。还有我们的顺美食发的杨顺美总监，好欢迎。还有我们的云林同心狮子会会长吴恩荣会长，来欢迎。接下来是我们的秘书王友，这个是什么？我们的秘书王友祥是吗？好，再来是我们的，再来是我们的云林县议员参选人陈永修参选人，欢迎你。好哦 ，OK， 好来。哦，来，陈永修的扛棒有没有看到？在我舞台的右手方，哈，在我们的那个红牛的那个外面的扛棒有看到哈，我们的陈永修参选人哈也来到现场哈，欢迎。还有我们的云林县早夜市瘫痪职业工会的理事长吴建发理事长，来，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欢迎欢迎，谢谢啊，谢谢你的莅临，谢谢。好，今天呢是我们翻滚鸭哈斗六巨蛋店的正式开幕仪式了哈。那当然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哈，来这个上台为我们致辞的哈。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今天来自全国的嘉宾哈，那希望呢在往后的日子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翻滚鸭哈。那稍待呢也请我们的所有的贵宾继续观赏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要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今天翻滚鸭哈斗六巨蛋店的负责人，我们的志修，来请上台。志修嫌抗力哈，请上台。志超，那个很高兴今天来了那么多人，我是那个叫梁志超这个店的那个负责人，也感谢大家啦。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累，那么高兴。好，我欢迎大家来。里面有饼干，还有水可以喝。最重要是大家不要买多一点，买越多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主那个猪栏杆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龙天下传播龙天下艺人传播。媒体传播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台斗，来请上台。阿林龙伯伯阿兄，谢谢主持人，我在主持人，我介绍这个新闻是第二，你介绍翻滚鸭总店，对哦，总公司啊，今天真欢迎啊，我阿超啊，在斗六巨蛋店哦开幕哦，
啊，这三档拢转过来做辛苦的，拢得着疫情。啊，是阮无倒啦，应该是歹倒啦。一个商品哦，只有单一商品能在台湾有五年以上的，应该不会倒。像我哩卖水饺哩，我当拢无倒，应该歹倒。阮卖食巴拉豪，每年在正成长啊，都破千万，破千万。我们预设一年都今年要破三千万业绩，连一夜啦，敢拍破钱无？啊，这三千万哦，这三千万哦，我国庆有一早一百万尔，所以拢只红烧，即群啊。安今天也很欢喜安尼，陈永修啊，安有来，安这条选举就要动算啦吼。好无，你讲好无？咱这区上热情的哦，最热情的哦。啊，等下来请陈永修啊，斗六四公所的主秘伫底，来等下赶紧开幕仪式，等下请台哦。啊，全国北中南各地来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哎，你录音也卖录啊，笔记拢入去啊，卖录啊，卖录。落较久啊，拢落到机啊未歹去，你那机啊在买，拢这厉害。哦，开玩笑的哈、哦。那等下我们开幕仪式嘛，现在我们就进行了，那我们邀请我们贵宾上来啊，今天来。好，来，那我们正式的开幕仪式哈、哦，那我们邀请所有刚刚哈、哦，那个我们的陈永修参选人也请上台，还有刚刚已经介绍过的贵宾，我们的张丽玲老师。还有我们的郑真理，还有陈顺美，还有我们的夜市协会的理事，我们的夜市的那个理事长，啊，还有我们的狮子会的会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刚刚已经介绍过的，还有我们的前会长啊，狮子会的前会长吴春田，来也请上台，来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正式开幕哈，来。机会好，今天陈永修你一个陈议员来光脚回来。好，来我们热情的欢迎我们的陈永修参选人来跟我们今天的开幕做一个致辞，来掌声。谢谢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啊，首先先问候一下我们所有的贵宾以及我们的开导。刚刚开导有说他的营业额要破多少？今年哦，应该不止啊，六千啊，因为他哦是我们哦芭乐界的传奇人物，你知道吗？有办法把一个那个特殊的甘草芭乐哈，把它发扬光大。他在这边也看到非常多我们的好朋友，相信哦他的好人缘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他说我在这边也祝哈我们台董哦，所有的连锁店都可以生意兴隆，以及我们这个斗六的巨蛋店也是一样。生意兴隆，以及与会所有的贵宾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永修参选人哈，能为我们的这简短的致贺词哈。好，来，我们也请会长帮我们致祝贺词。啊，今日非常的欢喜哈，啊，阮那个东兴不灵关东兴赛组的啊，阮上优秀的师兄。哦，朱超兄哦，啊，这个我有滴啊，这个公司来开幕呢，啊，依照伊这个公司吼，这芭乐会当袂干呢，啊，门庭若市啦吼，啊，财源广进，达三江就对啦，吼，啊，依照伊安尼一路顺风，谢谢。好，感谢我们的会长，还有我们夜市的这个摊贩协会的理事长。啊，咱的未来议员吼，啊，以及咱所有这长官，甲咱今仔日来参加咱分群了啊，这个盛会这些来宾啦吼。啊，我伫这咧讲吼，本人是代表着咱分林关在亚区咱的台湾职业工会啦吼。啊，咱今仔日的开动嘛是职业工会的常务干事啦吼。自从有分群了，伫咧亚区出现了后吼，规个亚区的生态拢无同款，拢无同。较早吼。要叫一台录影机去录，会当讲无可能。即摆平反群里啊，若较对，拢有记者百外个去咧录影，吼，去咧翕相吼。所以有阮改动，阮群里啊，伫夜市产生了后，规个夜市拢种生活起来，哦，拢活起来啦吼。啊，咱希望咱阮群里啊会当继续，都安尼甲维持落吼，互咱分林关的夜市含北关市拢无共款。啊，伫个甚至北关市嘛会当来甲遮问吼，咱的改动呢有一套足好的计划。所以咱这个囡仔若有要做生意，甲士大人讲一下吼，唔免开足侪钱，就会当互你赚到足侪钱的吼。而且祝咱分群了，会当啊每一个月拢有一间分店来产生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啦。好，那我们的秘书长
OK OK， 好，来我们的那个张老师，还有我们的郑老师，还有我们的陈顺美总监，来来来，我们一并上来。好，然后呢，等一下哈，我们在台上所有的好朋友，哦，杨顺美哈，来来一起给我们比个赞哦，好，来我喊的时候，来良辰吉日，翻滚鸭斗落斗六巨蛋店开幕，正式开幕，赞！你怕？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的热情的参与，很感谢哈。